投影片播放拉着小提琴，旁边有个可爱的小松鼠在爬树的动画跟音乐做结合，小朋友也目不转睛的盯着荧幕看，也认真听着演奏。这是公共电视特别选在圣诞节前夕，12月20号前往屏东北叶国小放映安东尼的四季，并与师生进行分享音乐交流的活动，让小朋友知道说一个好的音乐可以这样的呈现方式，一个有名的名曲是这样的呈现。北叶国小小太阳乐团也在现场进行演奏，小太阳乐团刚成立满1周年，是第一个原住民交响乐团演奏编曲加入原住民族曲风，而原住民族电视台副台长丹奈夫振若则带领着小朋友现场进行迷宫闯关。小朋友听完看完安东尼的四季之后都说很喜欢。我只有钢琴而已，所以听起来有是一样，但是听起来有点不一样，就那个就是他比较有精神，比较有力气，感觉很舒服，看可不可以当音乐家。透过动画、演员、管弦乐团的表演，以及精通维瓦蒂和巴洛克式音乐指挥家的指挥，由于影片是 HD 高画质播放，片中爷爷的皱纹、发丝、小男孩的皮肤毛孔都看得很清楚。配合四季名曲的演奏，这部片将在公视 HD 频道12月26号下午5点播出，要带给学童不一样的视觉与听觉的享受。记者葛瑟陈蝶次屏东马家采访报道。